到我四块啊，今天的十块，我的天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主持人，这游戏是我一直很想玩的一个游戏啊，叫做《愤怒鸟三部曲》。是的，为什么它是三部曲？我真不知道。那这是一款 Wii 的游戏，哎，什么时候你看到 Wii 的游戏？那我很怪的。那我之前很想玩这个游戏，我就是来看两把。那。无论如何，现在我总算能够在模拟器上面玩到了。只是，只是它跟那个 PS3 跟 Xbox 版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 PS3 跟 Xbox 版它是可以用那个摇杆来操纵的，可是用 Wii 版的话，如果你是用模拟器变得很奇怪，你又要用滑鼠操纵，就很奇怪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其实是我滑鼠的移动。就很像你这样这个东西有没有？像这样，很奇怪。哦，好，反正他都想用滑鼠，我也不管。总之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《愤怒鸟三部曲》，是这边有很多这个东东，我直接叫东东了。那好，对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《Angry Birds Real》。那 OK。那模拟器的话，它对电脑的效果，就是它的电脑效能需要比较高，然后它的那个模拟效果的话，通常会比原就是原厂还要低。总之哦，就是我们画面了。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我的 FPS 的部分，它是100%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的30有点慢。OK， 其实它就是啊，给我张一下 Bonus Level。哦，还有没去机构？哇，我当时是只会玩到巨婴的部分，巨婴我记得很好。不是这样，我都直接下载这个水果，应该是没用。哦，你看，用模拟器就是有这种缺点。虽然你可以用最，虽然我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去玩那些款游戏，可是它有时候就会有失控的部分，这就是我没办法。好，听见了吗？一只一的部分。对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鸟。我们可以把它拉住，然后打出去拯救我们的 bird 们。那等一下，这个可不可以那个？哇哇哇！等一下，哎，我发现到原来它 Wii 的那个，你有注意到？其实它是用那个，好像是用那个双节棍摇杆的样子。因为你看，我如果我摇动的话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有点好。我能不能把画面缩小呢？一二吗？哎，不是，二是暂停，哎，一是暂停才对。Okay, so what can I do？ 好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就随便来喊。啊！对，我的第一关就是最简单的。其实我很喜欢领域大冒险的部分，因为我还得成就嘞。对这游戏的一个很神奇，这样就很神奇，什么就两星魔童的剧。对，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里约大冒险，它比较第一，它的难度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它比较好玩。好，非常好，现在至少6万分，然后应该可以给我那个那个了吧？嗯，哎呦，我想我们前面的开头有点长，所以我看没办法，我操，这两星啊，随便啊。总之，这款Wii游戏其实，哦，你看到这个有没有？哦，我弄到我的画面君了，画面君，我怪怪的，无论如何，你们有看到这个吧？喂喂喂，看到这个没有？这边这个东西，你们是可以打这个，长的凤梨，哒哒哒，正常凤梨，不知道是隐藏方法还是什么，有点随便。玩嘛，不要玩太那个。哦，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他画质好低哦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觉得画质很低啊。好吧，我不懂了。无论如何，啊，我们再去相关。到底要按什么键呢？可以让它缩小？我按着 home 了。我，哎，我按这个干嘛？哎，真的没有办法让它缩小啊？哦，我让它抖了，抖什么鬼啊？好，哇，不错，后面有三个，所以
一个 ROM 就可以玩到三款游戏。我没记错的话 ，Airbus 的那个三部曲，哦有啊，打工日有三星的看到没有？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物理上只有飞鹿鸟三部曲跟 Star Wars 版本。哇哦，我其实想要打的是中间那个十块，把它打下去。他说我之前不是开始玩 Wii 的游戏，原因就是那时候我的电脑的配置太差了。现在电脑配置又好一点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Wii 那么欠。他们没有把模拟器做好，还是怎样？他真的很烦，我要打到那个十块，每次都飞太高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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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怎么下去？看这样子会完美的。啊，不干那只啊！我要让他放工。哎、欸，放工了啦，下班啦。我打到那只，有一只啊！我飞出去了。哎呀，你跑出去了。打！好！好！非常好，又只剩下那一只。龙子到底是多么坚定？为什么打不破？哦，打破，很好。Nice。这说的 Wii 的版本还是要比手机版跟那个跟什么 PC 版还是？有稍微优化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还是 PS3 跟 Xbox 的画质好像比较好。我要看看这一关的格局，你知道我没办法把那个画面拉小，那好烦啊！错，到底要按什么东西才可以把画面弄小啊？我等一下回去一定要稍微看看到底是怎样。首先，现在我们的遥感，对遥感 Party。我不知道，那你要按什么东西？哇，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加减也不是啊，那你要按什么东西？按什么可以多小？哇，我遇到瓶颈啦！按什么可以多久？好，等一下这一集，我再来了解一下。刚才打到上面那个石块，你看，我想要看上面有什么东西都不行。我没记错啊，鲤鱼大冒险一个要藏元素的地方就是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一个章节里面打到15个水金水果。那第一大关是金凤鱼，比较贵。它这个游戏也就是为鲤鱼大冒险而做的。那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先玩五关好了。我一定要检查一下，到底要按什么东西才可以让我那个缩小。好，无论如何，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乐意玩好少啊。那好，那把里面时间不过，那我们都会各位带来更多的这个《飞鹿鸟三部曲》。那谢谢各位收看，下次拜拜。